快来，快来帮忙，有大火，你看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你看一看，切不出来。怎么还这个？我试试嘛，这鱼塘里面鱼草差那么多。原来是单做怪哈。哎呀，要么你拿一口来呀。要得，走，弄点烧鱼好吃的。好吃啊。哎，我这红烧鱼。要得。哦，这个人工饲养的鹅肝就是炊锅带的，今天邀请过来吃哈，我现在把它收拾出来，去掉胎尖，这我就要去死皮。吴哥，饭弄好没有？哎呀，二过来了，哎呀，还有做，今天就计划先服，用你的龟来宰了你哈。那天我们说的嘛，哪个抓的就是哪个的。哎，快点说，快点说。对吧，哥，我来帮你拿的。你在耍什么？动点手嘛，吃起才香噻。哦，这个这个没毛病。耶，这个口感肯定安逸啊。是吧？这个贴起更安逸。取出内脏。阿公，点火。要得，开干。用冷水把鹅肝出来哈，葱姜、料酒，焯水后捞出来洗干净，撒点葱姜蒜，八角、香叶。哦，照照的是吧？来吧来吧，家里有人。烧油，加块猪油，加个豆瓣酱、香辣酱，两勺海鲜酱，一勺黄豆酱，炒出酱香味。加个料头，下入鹅肝，下入两罐啤酒，加入清水，调味金针酱、抹胡椒粉，三开中小火煮40分钟。你好，请问是杨女士家吗？对，请问你是？你好，我是转转 APP 的回收工程师，收到您的地址下了一个苹果11的订单，这是我的工牌。这么快就到了，麻烦你看一下我的手机能值多少钱。好的，我先给您质检一下，大概耽误您5到10分钟的时间。您这部 iPhone 11 Pro Max 还能值4200元。哎呦，这个价格还可以了吗？对的，现在我们还有限时加价20%的补贴，价格如果满意的话，您点下确认，钱就到账了。好的，卖掉。好嘞，您看一下那个钱到账了吗？到了。来，手机拿给你。阿米哥，我是您的粉丝，特别喜欢看你的视频。你要是我粉丝啊，那我给你点福利哦。这些视频发布的时候，我在左下角给你挂个链接，以后看到视频的朋友啊，都找你下单。那太感谢阿米哥了，我还要赶去下一家收件，我就不久留了。不是，饭吃都在，你弄点送钱过来。下次，下次啊。时间到，来点青红椒点缀哈，大火收拾，来切点葱丝。我的生日礼物准备好了吗？早就给你准备好了，来，1800，拿去买个华为 P50。谁家 P50卖1800？华为 P50 6000左右了嘛，旧手机刚刚卖到4200，再加上1800，刚刚好噻。你还挺会算，给我买个礼物还让我大了1000。我的都是你的，是吧？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也，你的也是你的。要得了，西哥，点缀葱花一把，走菜，收到。就这个酱焖鹅肝，我后几天不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可以吗 ？Thank you。我还加了个素菜哦，来呀，我请哦，要得很干，二我请哦，行行行行行，那我吃的好啃啊，净做瘦肉酱哦，来吧，哎，这个微微晒得跑，是吧？嗯，这个其实看了大概不用煮哦，嗯，我做40多分钟就跑了，嗯，你这门都想吃了是吧？蛮单独味，嗯，来吧，嗯，哎，哦，真的。好的吧？嗯，好吃好吃的很。那这种皮子也不，皮子如果胶原蛋白也不，我吃的皮肤好跟我一样啊。二哥炒的青菜好吃。嗯，你要吃肉的吧？你看你瘦的有。我也挺瘦的。嗯。除了骨头全是肉。除了骨头全是肉。吃饱没有？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我，小心我老子的网们，我是阿斌，我是大哥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